起跟上你，欢迎阿弟弟们，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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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不但要教我们英文，而且还发了单曲，对，谢谢谢谢大家，这单曲最好的样子已经在10月27号的时候发行，在生日那一天，对，在生日那天，然后也表现得很不错，真的很感谢大家。而且快要破200万，对不对？对啊，持续迈进中，对对对，180万了嘛，有 follow 哎，当然有，当然有，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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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所以这次的曲风是你自己很喜欢的？我觉得很喜欢，我觉得这次的曲目就是完全就是在讲我量身定做，对，量身定做。哎，你可以教我说我还有房贷要付的英文。哦，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教他，要教他，教一下，教一下。这个要对谁说 ？I have to pay my mortgage. 嗯 ，I have to pay. I have to pay. 我还要付 mortgage. Mortgage 就是房贷。Mortgage. 但是这个真的很少人会用到。对，我做影片这么久，我还没有讲过这个单词。对，对，这里是第一个，第一个，对，很会问问题。那车贷怎么讲？车一样，一样可以用，但它就是贷款。Mortgage 就是你不要担心了，我们不会收了。海乐姐，放心，放松，深呼吸，稳，没事了。对对，可以可以，付得出来，付得出来。那今天呢，要跟我们主持人一起 PK 英文。OK。好不好？就是会用英文的比手画脚。哎，我们是怎么分队？你们好像是要先英文自我介绍，然后让你们选队友。我今天特别带了笔记本，你要熟悉我们的流程，节目流程都掌握好了。你们先要自我介绍，直接去。弟弟先自我介绍。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Peter Pan. I come from Ireland. Okay, okay. Today is.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oday is Wednesday. Tuesday. Yes, today is Tuesday. Tuesday. Happy day. Happy day.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Good. And bye. Thank you. And you. 谢谢。很有趣的结尾。谢谢。谢谢。最后有点多了。对，一个多。对，问一下，问一下。Okay, my turn. My turn. Oh, your turn. Your turn. Hello, everybody. I am butterfly. Oh.I am a host. Yes. My show is 娱乐百分百. Oh. No stop. Oh. No stop. No stop. No stop. Keep going. Ongoing show. Ongoing show. Keep going. Keep watch. Keep going. Right. 这个溜，这个溜好溜哦。I have to pay mortgage. 哦有，刚刚教的直接用上了。Yes. 好厉害哦。So I need the money. 好直接哦。Need the money.Pick me, pick me, pick me, okay, okay, done. 我觉得海乐好会讲，他每一个都是完整的句子，完整的句子，是吗？真的，而且讲到很多不同的主题跟面向，发音很标准，就是真的完全介绍了他整个人。对对对，真的很不错。哇，真的，哎，海乐，Hey guys, Hey guys, Hey, I'm Win, and I'm from Japan. I'm 26. And you have a pen. Shut up. Sorry. Sorry. Shut up. Sorry. Sorry. My type. You are my type. Oh. 哎，你是我的 type 是不是？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这样就不及格。你太有心机了。你这样你很搞不定的。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不及格了。不要乱聊，对不起。OK， 好，大概知道了。OK， 选队员哦，那弟妹先选了，给弟妹，对，弟妹先选。我想要选海乐。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好。耶。这样子的话，还是这两个可以一起吗？好，不然你们两个一组好不好？你们两个一起，好，你们两个可以彼此帮忙，好不好？好不好？你们两个就是我们三，我们三个一个，好不好 ？OK， 你们马小吗？马小，马小 ，OK， 好，这样子过来，好，我们三个，我们三个，我们只有一分钟，一分钟，好，一分钟，一分钟，快速的，快速的，你们先，我们先，我们先，我们谁要说啥？你。哇，主持人说，哇塞哇塞，那我站这边。好，主持人说 ，Oh my god， 哇，好，限时一分钟，对不对 ？OK， 好，第一位和凯乐先挑战 ，Go。OK，three words， 三个字。A fruit， 水果，火龙果 ，Monkey 乐，香蕉 ，Yes， 剥香蕉，香蕉装 ，Outside， 香蕉皮 ，Yes，Yes， 再一题 ，Two words， 两个字，脸，脖子，play， 一
个游戏，四个游戏，碰 ，money。打枪拿钱的游戏 ，Four People， 对对对，踏步哦，好，麻将 ，Yes Yes， 好厉害哦 ，OK OK， 比手画脚 ，OK， 好，是啊，Popular Show， 嗯，娱乐版的《延禧攻略》啊 ，Popular Show《延禧攻略》，宫廷剧，这个是 Two People Watch， 啊，两个字，啊啊 ，Man， 一个男的 ，He is very important， 他很重要 ，Call he， 皇上 ，Yes。好厉害啊！取名我好好哦，四个字。In the show， 中国有嘻哈 ，We will call them what？ 选手 ，For what？ 歌嘻哈选手饶舌选手，饶舌歌手。哇，几题啊？这样几题？四题，四题，我也猜哦。我有疑问，所以就直接讲《延禧攻略》，中就有嘻哈，这个节目名称是 OK 的吗？老师，我们可以不用那么的严格，不要太严格哦。OK， 他第一真的很严格，真的很严格，真的太严格。换你们了，换我讲，换你们两个讲，还是我们让老师讲英文？他讲，我们来猜。好，你们要猜是不是？可以哦，可以啊，你好聪明哦，对，考验我们的听力，听力蛮好的。好 ，OK， 谢谢。来，准备。请出题。皱眉头。皱眉头。Three words， 三个字，三个字。It's a guy's name， 一个男生的名字。OK。So do you know double o seven？ I don't know。Double 是双七，007。OK， 汤姆克鲁斯。No。What Bond？ What Bond？ James Bond。James Bond。James 对。James Bond。James in Chinese。詹姆斯凯勒，詹姆斯，大家冠军队，冠军队 ，OK， 对了，凯勒 New Song， 哦，巧克力，东哦，东森，东森，东森 ，OK， 所以 it's a kind of candy that you chew，candy is you chew， 哦，要嚼，那是一个饼干要嚼，嚼饼干，软糖。口香糖 ，OK， it's a kind of food， 一个食物，很像食物。There's like brown and white， and 拿铁 ，you pour something onto the rice， 你要在那个要过滤纳豆，咖啡，咖啡茶叶 ，you steal 几个字 ，three words Japanese food， it's really famous in Japan， 咖啡色的生鱼片 ，no。There's like beef, potato, carrot. Gali, 对 ，Gali. 咖喱，很难了，这个太难了。这样子，好厉害哦！我们刚刚这样子是几题啊？是几题？三题，我们要惩罚。我们四题。哎 ，Oh no！ 这个惩罚，哦天哪！我们也要惩罚哦。对。还是我帮你搓你的脸。不要。好。这是什么？确定？对。冬天。冬天，你一边宣传。好。啊，对你宣传。你站在他旁边。你要按照他宣传结束。好，我帮你按，帮你掌按。好，所以很感谢，就是我们今天。对，很感谢今天来到娱乐百分百玩。然后呢，我最新的单曲《最好的样子》在我的生日当天10月27号已经发行在我的弟妹频道 YouTube 上面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可以多去听哦，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们。谢谢大家，谢谢。